将军，该用膳了。这么多好吃的。嗯，将军，你中了箭毒，有些发物不可乱吃。我呀，特地选了一些温补的食材，快来尝尝。差点忘了，你的伤还没好，还是我喂你吧。不用。啊？我堂堂将军，怎可如此？虽说你是将军，那也是我杜宾的病患，在战场上听将军的，在这病榻前那可得听我杜宾的。还是我来喂你吧。味道如何？我征战沙场多年，少有热汤热食，能喝上口热的真好。那就多来几口。小乔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三少爷送药啊。哦，哎，等一下啊，少奶奶，小乔姐来给三少爷送药了。三少奶奶，这药已经熬好了，得让三少爷亲口喝下去，老太君才能安心呢。他已经歇着了，交给我吧。你去歇着吧。小乔姐，三少爷他已经睡下了，而且三少爷身体不好，我替他谢谢你了。你快回去吧，明天还得早起呢，快回吧啊。就是天天喝着药才命尽黄泉的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养这些小白鼠了。